可能还会再修一下。哇哦，就是在这一件哦。逍遥起床了，早餐在地上。今天早上因为我们女配角发生一些状况，临时改拍躺包，是我们可怜被早上叫起来的男主角。你现在干嘛？我要帮他上底妆。哎，今天是你第一次演生人的戏。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活得非常开心。用舞台剧方式来跟他讲几下剧情，大家可以起手。拿相机，伸出，伸出，那你走那么慢，来了，完了，我没形象了。比较好吗？有吗？记不断啊。来，跟我走。我觉得我们导演很奇怪，每次就女配角或女主角演戏的时候，他都一定要搭着人家的肩膀，对，讨厌人家转来，对，一定要动手动脚的吗？真的是哦。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对女生就是比较，你意思说你是娘炮了？走开！我这。现在我们在片场，我们的片场就是雅玉 ，Action。打了一个拳道，他刚刚没有生气耶，导演。